各位同學大家好啦，今日咧又去到咧就係林日欣同大家宣傳我哋呢個聖誕 party 演繹中文嘅活動啦。咁大家見到一副文青嘅樣咧，就想同大家講下，我哋今日咧今年咧就會搞呢一個咧就係聖誕嘅中文演繹活動，係12月23日嘅。咁啊時間咧係3:00-7:00喺灣仔嘅醫館。咁今日進行呢個神聖簡單嘅儀式啊，但係咩嚟咧？就係抽籤啦。所謂抽籤係點咧？我有貓紙啊，不過喺講貓紙之前咧，同大家講下成個醫館嘅座位嘅分佈啊。OK， 嗱，其實呢個係台嚟噶。咁啊呢個咧，我哋喺個片入邊可以整翻出嚟放大啦。咁9號、10號、1號、8號咧叫正宗嘅位置，咁你見得到嘅。咁我哋今次成個活動嘅時候咧，演繹中文一年一度嘅盛事啦。坦白講，當日現場係不能錄影噶，亦都唔會咧同大家喺另外嘅時候再播放翻入邊嘅內容。咁所以咧，一定要攞到飛嘅同學咧，先可以睇到當日嘅活動嘅內容。咁我要提一提大家啦，就係90、100，因為正宗嘅位置咧，咁所以咧呢一度咧，我係想同大家特別講咗先，我係留咗俾 live 班嘅同學去優先攞到個飛嘅。咁啊 live 班嘅同學咧，亦都包括埋 Cutter Live 嘅，咁即係話咧，我台面上面有4個波，咁一個係綠色嘅怡和街啦，一個係淘大啦，一個係海晴軒啦，一個咧就係尖沙咀加旺角嘅。咁點解啲同學就問點解尖沙咀加旺角咧？因為尖沙咀嘅人咧係少啲嘅，尖沙咀嘅capacity full 咗都係144嘅啫。咁所以佢加埋旺角嘅Cutter Live 咧個人數就啱埋同其他區咧差唔多平均啦。咁所以咧我哋一陣就會。好抱歉啊 ，video 班嘅同學，你哋都會有免費飛。嗱，成個活動係免費嘅，咁但係咧，即係叫做公平起見啦。佢當初排隊排 live 嘅時候好辛苦，咁所以中間四個位置190咧，我就會留俾頭先我講嗰四個波波。咁當然咧，如果譬如我抽中一啲區咧係多人嘅，咁可能佢要坐後少少嘅。譬如我哋因為當日係劃區唔劃位，咁啊舉例我唔知啊，譬如10號咁啊抽中一個地區，咁如果佢嘅人數係多得滯咧，佢當日都可能會坐得8嘅前面少少嘅。咁呢個大家有心理準備，同大家講下先啦。OK， 咁好啦，咁啊至於換飛嘅詳情咧，一陣我會再講一次，然後咧我哋喺字幕度喺個影片度同大家打出嚟都得。咁但係而家咧，我先進行呢個神聖同簡單嘅抽籤儀式，塞波波落去先啦嚇，咁啊搞勻佢，咁我哋咧順序就會抽出咧就係四個，講多次啦嚇，四個咧就係即係等於5區嘅 live 班同埋Cutter Live 嘅同學去坐邊個位嘅，咁但係其實都係嗰句啦，啊四個位置都好啦，都係正宗嘅，所以其實冇所謂，純粹一個普通簡單嘅儀式。我哋先抽10號啦，好嘛？喺正台嘅左手邊，咁樣計叫左手邊。我哋先抽出呢個位置，睇下邊區嘅幸運兒啊。OK， 好呢區嘅幸運兒係。海晴軒噶，海晴軒放大俾大家睇，定格1-2秒啊，成段片一片過噶，咁冇造假，就係海晴軒，大家見到啦，係咪？咁海晴軒呢個位置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10號嘅位置嚟噶，呢個搞掂啦 ，OK。咁啊，當日嘅時候，我張飛咧會寫到明你係松10噶，但我講多次啊，劃區不劃位，你想坐前面咧，第一行、第二行咧，你可能真係先到先得啦，嗰日早啲到啦。好啦，跟住之後我哋就抽埋就係9號啦，好嘛？即係隔離。荃灣嘅隔離 ，OK， 咁呢個就係9號嘅區域，我哋而家抽埋佢啦。咁啊，9號嘅區域 ，OK， 第二個區，怡和街嘅綠色嘅波，怡和街，怡和街，咁就銅鑼灣嘅同學啦。好啦，而家真係分別咧，係銅鑼灣同荃灣係9同10嘅。換言之，我仲有兩個波啦，一個就係1號，一個就係8號嘅。咁我哋先抽8號呢個區域，即係。左手邊 o、okay, k 即係荃灣嘅下邊啦，係冇 OK， 8號都係正宗嘅區域啦，咁得翻2個波嘅啫，咁即係換言之是但一個啦，係咪？好嚟啦，一攞到，冇錯，就係淘大嘅，咁啊淘大咧，即係換言之佢哋就係8號淘大咗8號區域嘅。咁啊，8號區域就係呢個位置。咁我估計啊，而家我嘅估計，因為銅鑼灣其實人咧係比較多嘅，所以我估計咧荃灣都係嘅。其實諗下。9同10咧，啲同學咧當日咧，可能有啲人會坐到1同8嘅前面啲㗎。嗱，頭先我一早講過呢一點㗎 ，OK。所以大家咧，可能真係雖然你嘅松寫住90啊，但係當日如果你係遲咗入去嘅話，可能你會喺100嘅時候前嗰幾行坐少少人都唔出奇。因為我計翻咧，銅鑼灣譬如荃灣都300多人，未必第一個10號或者9號未必坐得曬添。OK， 好啦，最後一個波咁啊，唔使講啦，咁就一定係最後嘅，即係旺角同埋。尖沙咀冇錯啦，黃色嘅呢個波啦，咁就係1號區域嘅，即係呢個位置。
得唔得？咁一號區域嘅時候就係尖沙咀加旺角搞掂啦。咁我哋 OK， 咁啊大家可以睇翻。咁好啦，無論點都好啦，正如我所講啦，四個都係中間位嘅啫。所以呢個儀式雖然神聖簡單，但其實都係儀式嚟嘅啫。咁啊，Fido 班嘅堂都唔好唔開心啊！即係其實我呢個角色就想同大家講咩位都咁正 ，OK？ 咁啊，三號、二號同七號、六號咧，其實我哋會預留啲位俾你哋，我哋基本上會預留千幾張嘅飛咧，俾 Fido 班嘅同學咁啊，報答你一年對我哋課程嘅支持啦。咁嗰日有五星同學嘅分享啦，有我嘅分享啦，亦都有歌聲啦、抽獎嘅表演啦，非常刺激，咁啊非常之好玩。三點到七點，10月23日約定你哋。咁我張飛咧，其實就係咁嘅樣噶。咁當日嘅時候係憑票咧就入場嘅。咁我必要喺度咧同大家宣讀幾樣嘢嘅，包括就係換飛嘅過程。咁當然啦，一路嘅字幕都會打出嚟同大家睇噶，我哋會提你放心啦。好多同學問呢個問題，年度盛事首先係 live 班嘅同學一定有飛噶啦。咁我哋嘅留位時間咧就係10月9日到15日。9日到15日，所有上 live 嘅同學咧，你可以免費去到 counter 咧，自己報讀嘅課程嘅 counter 咧，去攞翻張飛嘅。喺個過程入邊，你仲可以幫你嘅朋友換嘅。嗱，所有人都可以噶。咁你幫朋友換嘅時候咧，就係一人可以換兩張，一張係自己，一張係幫朋友換。如果幫朋友換嘅話，攞埋張你嘅學生證啦，嚇佢12月嘅常規課程嘅收據啦。只要我哋學生，咁佢就可以免費去呢個活動啦。仲有其他時間詳情嘅 ，OK？ 咁啊，10月9日係朝頭早10點，星期日咁嗰啲，不如大家睇詳情或者睇我哋 caption 啦，好冇？咁但係起碼同 YY 同大家講呢個活動係一年一度嘅重要盛事，咁希望大家都把握到機會嘅話，換到飛一齊嚟同大家度過一個開心嘅活動。咁嗰日咧會有抽獎啦，會有明星表演啦，會有中文嘅分享啦，五星星同學分享會係好難忘同埋非常之有紀念價值嘅日。到時見啦，拜拜。